那莲房这就伺候侯爷沐浴更衣。我非良人，你何必如此？你又怎知我不是甘之如饴？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将你放在心中。我可以给你一个终身安乐的归宿，保你一生衣食无忧，但仅此而已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只要侯爷肯给我机会。夜深了，我早些歇歇。侯爷，侯爷，你不要走，就留下来陪我一晚，哪怕只有一晚，好不好？我去把妆发卸了。冬青，冬青，你一定要这样看着我，别。对不起，侯爷，我有点吃坏肚子了。我想去喝点水。去吧。侯爷这么早就醒了？是
吓到你了？没有。侯爷这就起来？嗯，要进宫一趟。时辰还早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